你晚上吃了吗？花花哥晚上吃了没有？欢迎嘉玲哥，欢迎永远哥，欢迎大家晚上好。嗨，晚上好，欢迎悠然天成。千里送人过来挨打是吧？千里自己送自己挨打，是不是？我没见过你这样欠的人。没有啊，还没有呢。他是准备要来贵阳玩，就是要路过贵阳，然后我说你来了，我请你吃饭。我说那你来了之后的话，你联系我，请你吃饭。今晚真好看，谢谢，谢谢。不对呀，我什么时候不好看了？穿一株幸运草，穿一个同心圆，嘉玲哥你看看你。今天解封了，哎呀真好，浩浩哥真好真好。你那边解封了，你也不能立马出来，好好先待着吧，一直都好看。哎，这就对了，嘉玲哥这就对了。大声的呼喊，说声我爱你，像那流浪的白云，说声我想你。欢迎林峰哥，欢迎想多了时代，欢迎。嗯，我今天穿了睡衣，因为晚上不用出去，就穿了睡衣。就是不好看吗？阿姨就阿姨呗，那我不反驳了。我已经懒得跟你争了。嘉玲哥别搭理他，脑子有泡，他脑子有泡，搭理他干啥？你搭理一个脑子有泡的人，那岂不是是吧，拉低自己的档次。在屋里呢，在屋里边呢，因为我外面开空调了，然后他们嫌冷就在屋里，我嫌热，我嫌屋里热的不行。强烈反对，欢迎大乐野哥。这个脑子里边进水了有泡的一个人，搭理他干啥？他愿意喊什么喊什么呗，管他呢。让那黑云听得见，让那白云看得见，人人抓不掉我们许下的诺。想带你一起看大海，说声我想你，想温暖的星星，说声我想你。看的誓言，看看执着的蓝天，让我们自由自在的恋爱。哎呀，呸呸呸，我才呸呢，呸，晦气。这几天搞核酸体温正常健康码正常精神失常，我没搞核酸，没搞体温，没搞健康码，我都精神失常，我都精神失常，更别说你这个什么都做的人是吧。我们许下的诺言，户外一家人，安安一个人。习惯就好，习惯就好啊，这有什么呀，习惯就好呗，怕什么。一枝独秀，你们这个话上谁直播间不是这么说呀？嗯，你们上谁直播间不是这么说？
欢迎燕园姐哥，谢谢燕园姐哥的荧光棒，谢谢，欢迎微笑哥，欢迎。欢迎欢迎，你们这个话上谁直播间不是都是这样说吗？嘉玲哥吃饭了吗？嘉玲哥，不好看，你头像不好看，蠢的。喝点九六六凤，哎呀哎呀，这生活不错呀，嘉玲哥。浩浩哥不认识，外地人，我这个外地人他不认识，不认识。欢迎柔情似水妖哥，哎，我来大姨妈没法陪你喝一点，没来大姨妈的话还能跟你一块喝点是吧？欢迎祭司哥，小卓就好了。我不是素颜，我化妆了的，就是眼睛上的妆被我擦没了，快，已经快被我擦没了。天热，凉啤酒嘎嘎凉，凉的你嘴巴不凉吗？不冰吗？砍树来干嘛？好好哥，你砍树来干嘛？请你叫它核酸，不叫海酸好吗？不过那个字儿我不知道能不能打出来啊，应该没什么问题的。开着空调，身上都有汗。切，我信你这张嘴。感谢微笑哥的鸳鸯戏水，加油加油！不凉，看我直播还能再整几瓶。整，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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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我微笑哥的鸳鸯戏水，谢谢微笑哥，感谢感谢，谢同心卡，不是微笑哥。别，我给你垫两的，我给你垫两的试试。不出货，加油，肯定能出的。那凑凑把三星给他过他呗，是不是？感谢微笑哥的鸳鸯戏水同心卡，咱差个一个飞机不到，咱差一个飞机不到，对不对？充错号了，脑子里边不知道在想什么呢。充错号了，好尴尬呀。嗯。余额不足，脑子瓦特了。不行，我得把它凑出来，得把它垫垫刀呀，是不是？你给我砸，你给我砸，你这手也臭得很。
等一下啊。嘉玲哥在呢，嘉玲哥在呢，干啥？完，充一个，充个那个，还充错号了，很尴尬，这波很尴尬。喊他来五首，加油加油加油，咱们把他砸出来好吗？你看我微笑哥都垫了十首了，都砸了十首了，是不是？我微笑哥都砸了十首了。我得给我，我得垫一下子。感谢我微笑哥，不是，谢谢嘉玲哥的幸福卷儿。嘴巴瓢了，不好意思。嘴巴瓢的已经说不上话了，都已经快。加油，出了没？嘉玲哥出了没有？我就说，我说我大号上怎么有鱼翅呢？然后反应了一下，结果发现我充错了，我太激动。哎呀，这人之常情嘛，是不是？咱们要不一块儿砸一砸，把它出一下子。怎么样？你真是的，搞半天，完了之后整错那个了。那现在再卡一个呗，嘉玲哥。那现在再卡一个嘛，是不是？浩浩哥的意思是现在再卡一个。努努力出一个。最近如梦哥发财了呀，他抽到的东西多，这个人抽到的东西最近多。那天晚上凌晨三点半他跟我讲抽到了，他跟我讲抽到了。欢迎风雨兼程，欢迎1510，欢迎8090。他上次那天，你知道吗？那天凌晨三点多的时候，欢迎如梦哥。他不是抽到飞船，他是谁在说你？不是是什么谁在说你啊？不是的，不是的，你知道那个啥，如梦哥，感谢九儿家的邻居的秋日奶茶，谢谢。来了，我跟他说了，我拍照给他看了，你知道吗？不是我直接拍照给他看了。你说他发财了，我说那可不是，我跟他说，我说那可不是，对吧？我如梦哥。是不是？还以为我消失了，怎么可能会消失呢？怎么可能会消失呢？我不是很爱发朋友圈，不爱发动态，直播的话早上播，下午的时候就很少播。斗鱼很少播，然后抖音那边有时候晚上会播一播这边。我跟你讲了，浩浩哥，他在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他在那个监视着你，对，他在监视着你，也不算是随缘播吧，
抖音那边是随缘播，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每天都是早上在播，有时候九点多，有时候十点多。感谢嘉玲哥的幸福券，谢谢嘉玲哥，哎，这波没说错，这波没喊错，呵呵，这波不尴尬。嘉玲哥出一个呗，是吧？出个车车，出个车车，咱三星就差的不多了。九儿家的邻居很熟悉耶，去哪儿监视的你？我跟你讲，浩浩哥这个人啊，你都不知道他在哪儿监视着你。他一说你发财了，我记得那天晚上你三点半的时候，你跟我讲，你抽到你随便抽了一下，然后占了个擂台，占完擂台之后，咱家不是砸了砸吗？哎呀，如梦哥抬一手，嘉玲哥出个车，这个卷儿家的邻居怎么那么熟悉啊？想不起来是谁了，你出东西多了。现在背包有什么？扔一下。嗯，扔一下。我跟你讲，如梦哥，你要八个飞船，你绝对随后就卖了。绝对当场出你，然后立马联系人，立马就卖掉了。伟哥，哦，伟哥，我说怎么那么熟悉这个名字？我记得好像有说过。我就知道如梦哥，我跟你说，我知道，我就知道你一般出了之后，随后就去卖掉了，随后就卖掉了。对吧？没事，如梦哥砸一手，砸一砸。刚才微笑哥砸那个小画家乘以二十，垫了十个，垫了十个，两天抽了一万多。你咋那么能抽呢，如梦哥？你怎么那么能抽呢？你说你也不带上我是不是？你亏啊！哎，今天上午大叔在我直播间抽的时候没亏。没亏，我上次三十出了个飞机，也还行，也还可以，出的都是寂寞。哎，嘉玲哥呀，咱们直接，我一想啊，如果说能出那当然好，出不了的话，那硬刚那岂不是更香？你看，如果说刚才那个谁，谢嘉玲哥的同心卡，谢谢。刚才微笑哥如果说他直接出，直接硬刚的话，那我们三星都过了，是不是？三十多花抽了个丘比特，那你跟我讲你亏，如梦哥，你跟我讲你亏，那你这不是在那儿就是，那你不是在那儿就是凡尔赛吗？你不是凡尔赛吗？是不是？这两天一天升一级，哇，63级了，我都没咋注意呢。你那个名字前面为什么会有个，就是那个牌子前面为什么会有个天使呀？你最近抽天使啦？抽到啦？你说你抽为啥不来我直播间抽啊？是不是？咱也能抽到，咱也能抽到。欢迎3380。哦，人家的牌子。哦哦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这两天在干嘛呢？去柚子那边了吗？
我去，我去，荣旺哥，你怎么那么牛皮？你不要给我看了好不啦？你不要给我看了，你让我好难过呀。嗯，看到太难过了，如梦哥，太难过了。我不看，如梦哥，我不看。他确实抽到就卖这个人。我怀疑你截图完全是为了给我看的，如梦哥，你截图就是为了留给我看的，没有别的意思，就是为了给我看的。是不是？欢迎一鸣，一鸣很强大。你也这样，不是你们破铜烂铁都不给我留点吗？谢强大哥的荧光棒，谢谢。你们破铜烂铁都不给留点吗？啊，贾玲哥，你骂他干啥？一般月底的话，他能够就是能卖的会多一点，月底的话卖的能多一点，一分不留。行吧，有劲了啊，已经有劲了，好好的，已经有劲了啊。不是柚子哥，你不是柚子哥，不是如梦哥，你为啥不给我呀？说好的给我呢？他在给我发他的截图，你知道吧？这个人在给我发他截图，现在如梦哥当漫画上。不是你给人家那么多，你一点都不给我留，你现在是，哎，哎，我好扎心啊，如梦哥，真的好扎心啊！我昨天120抽了4朵花，你给柚子的也是卖了，你给柚子的那些卡也是卖的。对，120出了4朵花。哼，如梦哥，欢迎东北人在临沂。你看你，如梦哥，你看你，过分。这两天抽风了，那我这两天也是差不多。柚子的牌子都比我高了，哎，我真的不想听，我真的不想听。你不要再说了好吗？你不要再说了好吗？浩浩哥，你不要说了好吗？我很想打人，我现在。如梦哥，别说是24级牌子了，他连个钻粉都没有给我开，
咱也别说钻粉了，连23级牌子都没涨的。现在这边固定开播嘛，这边算是早上，算是如果说早上没有什么急事儿的话或者干嘛的，我都会固定开播。一说这个，这个人直接跑，哎，我真的扎心了，太扎心了。哎呀，太扎心了！谢谢文渊葛大学士的荧光棒，谢谢。欢迎阿拉转，欢迎蓝蓝空拉拉。他都跑了都，他说完他就走了的，说完就走了的，给你。你在想屁吃你在想屁吃贾玲跟木马，你真的在想屁吃，你知道吧？哟，贾玲哥这个喇叭还是有点用的呀，还能进来点人的，虽然说不算太多哈，但是还是能进来点人的，还是有点用的哈。大家进来的没点关注的可以给点点关注哦，快续牌子尽点绵薄之力。哎呀，你要是出个那个，你要出个车车就好了。咱们三星就差个56，咱三星差56，6块我来，50你们来。我难过，好难过呀！我现在。好的，贾玲哥，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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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去洗洗手，好嘞，贾玲哥，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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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砸还是抽？是砸还是抽？抽，加油，贾玲哥加油。加油加油加油。欢迎雨后霓虹，压力大呀，浩浩哥，压力大呀，总要缓解缓解不？总要有个缓解缓解解压的方式不？那我也不能天天喝酒呀，是不是？天天喝酒多贵呀。再说了，天天喝酒的话多难受啊。我由于前两年不是太劳累了嘛，前两年太劳累了，然后又比较很多方面的精神紧张啊，休息不好呀，灯光的原因，灯光的原因，就很多问题。现在的话导致我神经性皮炎，腿伤，膝盖受伤的，走路都疼，真的走路都疼，我的膝盖。欢迎论语无比，我以为你要抽车子。
谢谢嘉玲哥的幸福圈，谢谢嘉玲哥。欢迎9413，欢迎笨笨。什么上市公司的窝狗倒闭了，这是我搞的吗？自己做的，跟我没关系。我要凭一己之力的话，我就能把人家一个上市公司搞倒闭的话，那我真的，我跟你讲，那我这身价可高了。是看这个公司看不惯那个公司的话，然后他把我聘请过去上他公司去整，是吧？然后把他搞倒闭了。真是的，怎么能往我头上甩锅呢？感谢嘉玲哥的幸福券，嘉玲哥加油嘛，要不要加把劲儿，嘉玲哥？要不要加把劲儿啊？安四排，安不是安四碗，鸡排连锁。哦，哦，你说这个呀？什么时候上市了？我怎么不知道？一天天净把锅甩我这儿。感谢嘉玲哥的幸福券，嘉玲哥能不能出一个？怎么能出一个？我发现我再瘦我这儿都出不来，大股东都跑路了。是的，是的，已经跑路了。我没出吗，贾玲哥没出吗？不是浩浩哥，我就这么跟你讲，我就算这个是很稳定的，你也不会投资。以我对你的了解啊，你也不会投资，你信不信吧？以我对你的了解，耶、yeah, ，是不是？是不是？嘉玲哥一个没出嘛，42块，总共42块。本儿肯定是赚回来了的，本儿是肯定赚回来了的，这是肯定的。欢迎威海110，我想去青海，我想去青海，我今天看了一下去青海的机票。谢谢小人兵哥的荧光棒，感谢我嘉玲哥的幸福券。今天看了一下去青海的那个，他只抽了那个车子和飞机，飞机点了一下，车子现在点了4下。总共点了4下，52块。谢谢小人兵哥的荧光棒，谢谢。我只是看了一下机票，只是看了一下，想去青海，西北大环线，跑跑看看，在那边看能不能有摩托车呀，踏板摩托啊，不电话吗？他没电。哎。我这边怎么突然间说让我用流量了？哦，又 WiFi 了。等会儿把 WiFi 往这边再扯一下子，已经很近了呀，我这个 WiFi 离的已经很近了，3米左右的距离呢，1-2米，1-2-3-4，第6块转，第7块，不电话怎么抽？你们这里10块3个鸡腿敢买吗？敢买呀，怎么不敢买呀？因为冻鸡腿也不算太贵，冻鸡腿不算太贵。他为什么卖10块钱3个？因为太，
大不大？如果说特别小一个，如果这么小一个鸡腿，那么还算可以，它能赚钱。如果说是这么大一个鸡腿，10块钱3个，你要注意吃了拉肚子。那你得注意吃了要拉肚子。欢迎雅雅，欢迎3347，欢迎多多的 MT。雅雅，你这个话我都听腻了，你这句话我都听腻了，真的。我嘉玲哥抽自闭了吗？嘉玲哥，是不是抽自闭了？是不是？我们现在差55.5块。55.5块。电完了，你试试不？这么说吧，浩浩哥这个人抽了还不给我。犹豫了一会儿没敢买。那就先别买了，别买了。鸡腿的话，你要如果地摊主要是生意难做，主要是生意难做。他那么卖的话，如果他可能是做活动或者是怎么样的。没敢买就不买呗，不敢买就不买呗。一个鸡腿要10块钱3个的话，那说明他拿货很便宜，得赶紧删你的消费记录。会被别人查是吗？会被他们给查是吗？是不是会被你家小主给查一下？会被他查到，然后会阴阳怪气的。哦，媳妇儿回来，我以为是你家小主呢。斗鱼大大不给面子，我来垫两个，我来垫一点试试。你们说我这30，我是砸小画家还是抽幸福券？或者要不就先算了吧，有人帮我垫的时候我再弄吧。有人跟我一起砸一起垫的时候我再试试吧，留着这30好吧。谢谢嘉玲哥的心心相印。摇啊摇，摇摇摇摇，伴着悠悠耳过桥。感谢嘉玲哥的心心相印，谢谢。卡都不给吗？一张卡都不给的吗？太扎心了，哎呦太扎心了，扎的不要不要的哟，太他妈累心了，心太累了，真的心太累了，累得不要不要的。欢迎大香瓜，欢迎风中飞沙。
没卖了，我现在回贵阳了，我现在回贵阳了，在贵州贵阳，然后摊子在仙桃那边，摊子在仙桃那边，在贵阳没有卖炸鸡啦。没有啦，没有啦。欢迎半夏。是的，我们在一块儿住，我回来之后就在这边租的房子。欢迎1054，我回来以后就在这里租的房子。肚子疼，来姨妈，肚子好疼，疼得我今儿个萎靡不振的，萎靡不振，还多愁善感。欢迎吴昕哥，吴昕哥好，吴昕哥，嘿嘿，吴昕哥好呀，吴昕哥。我发现好多人都是晚上才有时间看看直播哈，特别是周内，很多人晚上才有时间看，有的人他是早上有时间看。嗯，但是我还是想出去，我今天在看去青海的机票，900多，960的样子。然后再加上到那边的开销得好几千。好想去青海呀，西北大环线那边去看看，去看看茶卡盐湖那头不是好多路都封了吗？啊，那我这个还真不知道哎，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我没看嘞。可想去看看了，因为我现在想出去走走，想出去看看，想出去走走，出去看看。欢迎温暖布布。洗头就发现我没洗头，是的，没洗头。今天晚上洗一下呗，就打算今天晚上洗呢。外面也不安全，可是老在一个地方待的我好压抑呀，待的我好压抑呀，好累呀，人累心累的。就想出去放，就是那个，散散心，散散心。最近干什么都不那个，最近干什么都提不起来兴趣了。最近干什么都提不起来兴趣，这风声过了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也担心这个呀，吴昕哥，我也担心这个事情，我也比较担心这个，每天心里压力大的。我这神经性皮炎的话，就是不能忧郁，不能太压力大，精神不能太过于紧张，精神不能太过于紧张，
这几天有点情绪有点不太对，然后身上又到处都在长。西安又因为密接封了几个小区。哦吼。不好弄哦，真的弄个密接划不来。你们那不是解封了吗，浩浩哥？你之前被封在岛上了，现在呢？现在解封了，回海口没有？真的，你们那边太热了。我要是出去也得48小时。核酸吗？还是说隔离？不过现在好像去哪里都需要吧？你除非是就是你不出省可能还好。欢迎小侍卫，核酸。哎，欢迎983哥。反正就是你只要出省，基本上应该都需要这个吧。然后你到那儿之后，你如果说就你到那儿之后的话，基本上落地还得做一次。说实话，我现在真的不知道去哪儿了。前两年真的跑野了，跑习惯了，我自己都不知道该去哪儿了。欢迎 C 哥，欢迎可风哥，好久不见，可风哥，好久不见喽。C 哥好 ，C哥也好久不见。我只是今天看了一下到青海的机票。想去那个，反正到处都想去看看吧。我实在不知道该往哪儿跑比较安全了。现在实在不知道该往哪里跑比较安全。哎，真的是这样子的，嘉玲哥，真的是这样子的。出去了反正回不来，那就出国求生吧，那是求死。那是求死，那不是求生。别瞎跑，我待不住了，可风哥，我待不住了。真待不住了。老长哥，老长哥好，老长哥也好久好久不见，也特别长时间不见了。我们这小区我天天逛，我们小区就一个位置，就一块空地，其他全是楼，就我们那个2号楼，他楼下的话就只有那个小区绿化带打野，打蚊子。打的是蚊子。我们这个小区的话是那种老小区，你们也知道的，老小区它的绿化设施没有特别好，不会特别好的。它的绿化不会特别好，没有特别好的，底下的种的那些花都是矮楼层，特别是一楼的那些老太太种的。就两个小花坛，然后一条路。胖了喂，内分泌失调会导致人发胖，精神压力过大，内分泌失调会导致出现很多身体不适，很多。
日常见我闺蜜就当一日游，胖了，嗯，96斤了，老长哥现在96斤了。我现在都96了，西部信号很差，主要是想去有信号的地方，那就播一播；没信号的地方，那就拍视频。我在一个地方真的待不住了，特别想出去，特别特别想，待不住了已经。前段时间我准备途搭去那个西藏的，坚果类的又不胖，准备途搭去西藏的，结果我正准备东西的时候，人家都给我发信息说那边出现口罩的问题了。就算是暂时搁浅了，然后我今天看了一下那个青海那边的，没在仙桃，我在贵阳了，回贵阳了。318的信号也差，我现在就感觉就当是自己去散散心了，人好累啊，每天都。累的慌，人累心累的，谢成功哥的荧光棒，再加上教练人也不舒服。贵州贵阳啊，新疆景区信号更差，哎，但它很出片嘞，它很出片。对，我老家是铜仁那边的，但是我在贵阳，它是两个市，贵阳是省会城市，然后铜仁的话是那个地级市，相差了200多公里，有个200多的样子。欢迎幽灵小小小，今天倒立喝水了吗？你下嘛，你下我就喝。你下午就接，是不是？你敢下午就敢接。欢迎小齐哥。我信你在那儿吹，在那儿坑我。欢迎曼切斯特。感觉真待不住了，待不住了。但是现在我也没那个本钱出去，你说这尴尬不尴尬了？欢迎大家。我不怪你，怪谁呀？怪我自己吗？现在形势就这样，没办法。前两年更严，我都出去了。前两年严成那样，我都出去了。要不你在本地跑外卖呗？没车子。我就是不想在一个城市一直待着，累的。就感觉，就是我在一个城市待的比较时间长的话，我有点压抑。欢迎浩浩哥，欢迎2016。
欢迎一七五月。西安现在不能来，太热了。我今天还搜了一下那个叫什么来着，呼伦贝尔，不是呼伦贝尔，那个地方叫什么来着，我搜一下啊。要核酸那肯定的呀，你只要出去，只要出省基本都要核酸，出省都需要的。那个地方叫什么来着，就是呼伦贝尔，就是呼伦贝尔，有一颗躁动的心。汉子都这样，也不是吧，也不是吧，你们帮我想一条差不多好点的，像好点的道路呗，帮我想一条就是比较适合我的道路呗。我本来想搜一下去那个呼伦贝尔呢，结果机票太贵了，一千多。然后我今天看了一下支付宝上那个机票嘛，特价机票，看看往哪儿去。结果那直达的那些我都不想去，那些地方我都不想去，我都去过了。可以坐车，就是可以走一段，可以搭车，也可以花钱坐车，都可以。不骑车了，没有电动车可以骑，我现在没有电动车骑，往北走，东北嘛，往东北那边嘛。现在开始往北走的时候，走到东北那边的话，那个雪乡那边啊，估计正好冬天了，谁知道几个月能到呢。我说要雪乡离我这儿多远，不是学校，是学校吧，那个叫什么来着，就之前就是那个，就是东北还离这儿，离你这儿8个小时。你在哪儿呀？你在哪里呀？那雪乡，东北那边雪乡那个地方叫什么来着？我猜个鬼，我猜。我开车你宁愿走路，骑电动车还行，四轮车驾照都没有的人。猜对了，我说什么了，我说啥地儿了，我说了什么地方我就猜对了。你们先告诉一下我那个地方叫什么来着，我只知道那个叫雪乡，就大概就是好多好多雪，我猜不到。西安，
我猜的是洗牙吗？哦，雪村，好像叫雪村。对，就是雪村好像。我才不去了，没车。我一搜东北那边，我这个网就不行，我就搜不出来距离，我就搜不出来距离。哎呀妈！吓我一跳！我的妈耶！我一搜那边我就不行。中国滨湖雪村，就那个地方。你们帮我搜一下西安。欢迎辉哥，西安到雪村有多少公里？你们帮我搜一下。我这个地图导航导航不出来，我看看手机原本的。东北等冰雪大世界开始了再过去。我意思是现在开始图搭过去，就边走路边坐车，想坐车了坐车，想走路的走路，就这样子，然后一直到那边估计也就差不多了。这个手机自带的地图好像也搜不到。3000多公里，我的天哪！3000多公里，快4000公里。欢迎秦一哥，这是你自己的粉丝牌哦。肖战哥没有啊，没有人有意见的。秦一哥好，秦一哥，欢迎红哥。秦一哥这个人他就闪现，我跟你讲，他一般在直播间不待着，不待一会儿，我能看见他在榜上了，在那个贵宾榜上，我不欢迎他。他会不会都是闪现，净闪现了，这个人在。净在那闪现了。辉哥好，辉哥。嚣张哥呀，你是不是跟我一样来大姨妈了，脾气这么暴呢？人就跟你开个玩笑，你是不是来大姨妈了，脾气这么暴？是不是？我在想3000多公里好远呐，3000多公里真的好远呐。多喝热水。咱们能不能换个词儿啊？一说姨妈就是多喝热水，一说姨妈多喝热水。还能说啥？渣男、直男都占了，都占了，也不知道暖暖心是不是？哎，我知道你在跟他开玩笑，成功哥，你看你说什么，我生气不？我知道你在开玩笑，但不知道怎么了，大姨妈来了有点急。你是慢热型的，慢热型的渣男和直男是吗？多喝滚水，你咋不让我多喝岩浆呢？欢迎曼切斯特，你怎么不让我多喝岩浆呢啊？喝点冰镇啤酒就好了，这人更过分。这个人更过分，还冰镇啤酒，不喝，戒酒。我不想跟你们聊天了，我不想聊了，我不想说话了，我已经不想说话了。
太累了，心太累了。谢谢成功哥的办卡，谢谢。出国也可以啊。我这会儿，我这个时候出国，签证呢，办签证的钱呢，去国外的钱呢，机票呢，感谢成功哥的办卡，不够，成功哥不够。我算一下这个啊。我们凑凑吧，你们给我连张机票我估计都凑不出来，都不给我凑出来。咱们不能把先把国内走了吗？咱们不能先把国内跑了吗？你这张办卡我最多得1块多，不够啊，扎心了。实话呀，是不是实话嘛，大实话一个。大实话，还是走路吧，我不想。并不想。抽不出来不能赖我呀。就赖你，你抽的少了。脚踏实地安全去，脚踏实你不是你咋去嘛，你走路怎么去嘛，还得过海怎么去嘛，他在岛上。嗯，怎么去嘛，我们差49，一滴都没有了。榨干了是吗？是不是榨干了？游过去，不好意思，我不会游泳，我可以在海里边飘过去，但是呢到那儿之后我不知道是躺着就是平着仰起来的还是趴下去的那种啊，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是肯定没气儿了的，这个是可以确定的，是肯定是没气儿了的，是不是？我让你们给我看看路线，就是推荐一下其他路线，就是比较好一点的，不是巨热的那种，不是巨热的，然后呢也稍微安全一点那种的，往北吧。是因为你在北边是吗？你就让我往北。欢迎可乐哥，可乐哥好，可乐哥喝了吗？等我可乐哥每次一来我就喝了吗，今儿哥喝着了不？我可乐哥一来，我想这个，我就问他这个。你们那才20多，你在哪儿啊，嘉玲哥？你在哪儿啊？黄山那边溜达一圈，泰山溜达一圈。黄山我去过了，泰山在山东是吗？泰山在山东，不喝了哟，戒了，戒了，然后去东北正好。那我们直接坐车去那个，咱们直接坐车到山东，然后去爬泰山，从山东那边再途搭沿海或者是沿哪儿的去东北，是不是？西边的话安全点再去吧，但我不知道那个山东那边安全不安全了。现在大连北戴河能有没有那种消费少点的，消费不是那么高的。我要看猴子我上什么秦岭啊，我这边骑车就2-3分钟的地方，黔灵山公园，那猴子多，他还会打人呢，抢你东西呢，还那不野蛮吗？欢迎小婷婷金丝猴，说的好像黔灵山公园不是一样。你们这安全，上个周六刚做的核酸全原阴。不是嘉玲哥，你在哪里嘉玲哥，你说说你20多度。可乐哥最近忙什么呢？可乐哥
最近在忙什么呢？贵阳也很安全啊，贵阳也非常安全。我看山东泰山在哪个位置？泰山在哪里啊？泰安市岱岳区。关店啊，你们那边怎么了？你们那边有了吗？可乐哥，你那边有了吗？这个只能到济南哎，滨海新区，这个名字怎么那么像上海呢？它还好还好，这样您到山东那边机票不算太贵，四五百多，你加上燃油基建的话，可能也就是个六七百的样子。请你找个山东住下开始。你让我去当野人是吧？你是不是让我去当野人呢？被人拉着合伙开了些便利店，全关了，可乐哥全关了。我搜一下你们说的那个滨海，天津，你在天津？天津我还正好没去过呢。嘿，那你这么一说的话，那个观音瓣石榴角，我去，可乐哥，我自带帐篷不行吗？成功哥，那省钱是省钱了。欢迎弟弟。可乐哥，你这么想，还有十六家开着呢，你还有十六家开着呢，没事儿，往乐观了想，你还有十六家开着呢，啊！我手机充上电没电了，这个手机，哎呀！天津，哎，济南离天津不远哎，地点。叫姐姐，然后正好可以顺着你那边，然后一直去那个雪乡，还来不来仙桃摆摊啊？不去了。谢谢弟弟的荧光棒，拜拜。打你的游戏去。弟弟叫姐姐，出钱也不是大头啊。那你最近可乐哥，那你最近状态还不错哦。是不是？他比我小，我叫弟弟怎么了？不过你那边确实比这个，确实离那边近，直接到济南，然后去爬个泰山。谢谢新少的荧光棒，感谢新少，我二四八，对吧？没毛病啊，没毛病呀、啊。谢谢新少的荧光棒，感谢新少。路飞已经凑过人头了。嘉玲哥，你这话说的好像路飞你得骂他了才来一样的，因为你有路飞的牌子好像是。欢迎人生哥，人生哥好，人生哥。欢迎秦一哥，秦一哥好，秦一哥，我在贵宾榜上看到他了，可以欢迎一下。那给你乐一个，乐飞说：“去你的！”那去你的！泰山，嘉玲哥，泰山离你那是不是不远？
不是你，是路飞，是路飞欠劲儿了，好好喊不来，还得骂他才来。哎呀，哎，济南泰山那边没事儿？我没整鼻子呀，我有那钱去整鼻子，我吃点好吃的不行吗？我买房不行吗？我还整鼻子，我不在脸上动刀子，怕疼。欢迎时尚等你，谢谢可乐哥的幸福券。喝酒，喝呀，秦一哥，喝呀。你离盘山近，全是爬山的呀。虽然我喜欢站高登高望远的感觉，可这腿受不住我那么爬呀，是不是？我腿受不住我那么爬呀。喝了几个了，秦一哥？喝了几个了？叫姑姑大侄子，我这鼻子就本来天生就是这样子的，天生就是这样的。承德，河北承德，不远不远，离承德不远。避暑山庄，秦一哥还真在喝呀。哎呀，八个，我的天哪，喝了八个了，秦一哥，听歌不？听歌不？你也八个了，你俩都喝呢，完你俩来的不巧了。他也是听数，秦一哥的也是一听一听的，大片的听数，大听的。你陪半个西瓜，我陪你们半杯水吧。来，你们喝酒，我喝水。哎呀，来，干杯 ，Cheers。小爱同学，播放周杰伦的《花海》。我在喝水，你聊了三年的女主播跟别人跑了，你只是聊了三年多。可乐哥，可乐哥，西瓜下啤酒，越喝钱越有，哎，好押韵啊！你试试，趁你老婆没回来，你得好好放肆一下。哎，嘉玲哥，那个放肆也可以呀、啊，是不是？可以试试呀。加了他的微信，聊了三年，你还是刷的少了，你没刷吧？是不是？这段时间跑哪儿？跑去哪里了？我最近早上都开播呢，最近早上都开播呢。最近的话，基本上都是早上在开播，晚上的话有时候在播，有时候没播。欢迎金菠萝。放着呢，放着呢，听不见歌吗？听不见歌吗？欢迎神王小哥，听得见的话不就结了？
可乐哥，你就听听我说那个押韵不押韵吧，你就说还押韵不押韵。哎呀，怎么了怎么了，嘉玲哥，哎呀什么，哎呀这表情啥意思啊，什么表情，哪一个表情，我不知道，哎我不知道，哎就怎么说呢，虽然说都说陪伴是最深情的告白，但是这个东西怎么说呢，你只靠嘴巴上手机上去聊他几年，他跟个机器人聊天有什么区别，有什么区别，大家除了聊天没有任何其他的互动，没有其他任何的一些得到和失去，有啥用啊。这么跟你说话，主播开销挺大的，你这么一想就好了，聊一个月不如见一面。对对，你又来了，成功哥，欢迎欢迎。隔着手机聊天的关心只能感受到10%，但是隔着手机的吵架的怒火能感受到200%。聊了再多，聊一年你也不如见一面。当然你如果说在聊的期间打视频啊打电话呀，是不是大家互相逢年过节什么节日的时候送来回送点礼物呀怎么怎么样的，对不对，那就不一样了呀，那就不一样了呀。欢迎幽灵小小小，星空哥加油加油，欢迎冰魄寒光。啥时候安的亲戚回去再攒攒银子，咱们好好喝点，你要有银子的话咱今儿也能喝一个，冰箱里边有一个。我现在都不管其他的，直播这个还喊你去西南吃鸡排了，你也没去，可乐哥，不然咱先消费，然后下一次再喝也行。我就想凑个三星，我三星差个50块钱，49，三星差个49，就想凑个三星。我原来以前可能会幻想一下四星，现在就三星就够了。他能喝六个以后你后果自负。哎可乐哥不要暴露我的底线呐，不要暴露我的极限呐。这样不好。你以为我是手指大海的方向，我无量的是吗？你以为我无量的，你我在你心目中酒量这么好吗？感谢感谢，欢迎山崎龙二哥，谢谢。感谢执念哥的荧光帽，谢谢。星空哥，那你再找一个呗。哎呀，没事儿的，没事儿的。反正以前是没有探过我的底，我记得我就喝了7个，喝吐了。然后超管把我直播间封了，因为我看大概看了一下我那天直播回放，你知道吧？大概看了一下那天的直播回放，就是好尬呀，自己看自己的时候感觉好尴尬呀。然后喝多了之后那种眼神迷离，然后在那儿抱着裙子在那儿聊着喝着。冲光哥我看你别给我酒量喊多了，哦，我最多3个好吧，最多3个。
最多三个。那哭得哇哇的，还得练，不练了，不练了，练这酒量干嘛？本来现在身体就差的不行，还练酒量呢，不练了。欢迎阿呆，那哭得哇哇的，哭了吗？我都不知道哎，好像没哭吧，就是感觉可尴尬了，喝得晕的，当天还吐了，我哭应该是没哭的，哭是应该没哭的，喝完酒上树可咋办？上树没事，别上人就行。哭了，你那天看了是吧，可乐哥？哭了，我说啥了？是不是加一个？对不对？上树没事儿。嗯，漂洋过海哥你好，晚上好，好久不见，欢迎罗大力是奇葩。不知道，那我不知道。笑了就行，好吧，你们笑了就行，你们笑了就行。对，我还在，我还在呢，一直在呢。聊这个话题我可不困了，我跟你们讲，你们聊这个我可不困了啊。哎呀，不是要上人，不是上谁，就是说上树可以，你别上人就行，上完人你还得负责。这玩意儿还得负责，算了吧。哎呀，我喜欢那种可以对我负责但我不用对他负责的人，我觉得挺好的。欢迎艺术讲哥，哎呀，没事儿啦，没事儿啦。欢迎安路人在中山。好的，嘉玲哥，晚安。现在几点呀？9:30。晚安。睡得挺早的，欢迎笨笨哥，晚安，嘉玲哥。哎呀妈！时间会治愈一切的，在这个时间里发生的事情、经历的人、经历的事情会治愈一切的。感谢笨笨哥的关注，笨笨哥晚上好，笨笨哥，好几个月，快有一两年没见笨笨哥了，一两年没见笨笨哥了。欢迎木棉红，你欢迎我干嘛？这是我的直播间，你欢迎我干什么？是不是？该我欢迎你。有笨笨哥，有没有一两年没见你了？等着三星的X49，还得关注才能发言，太难了啊！关注才能发言，哎呀，真好！卸下决心回家的我，谢谢。哎，这个感情好，互相欢迎。好的，好的，好的。这几年忙什么呢，笨笨哥？好久好久了，真的特别久。别人的话像别人，像可乐哥他们、吴昕哥、嘉玲哥他们，可能几个月没见你。哎，可乐哥还好，吴昕哥也还好，也就是一两个月、两三个月没见。但是笨笨哥得几年了，牌子直接掉得干干净净，牌子掉得干干净净，真的。系统的批的料，是不是笨笨哥？是不是？我
欢迎郭福，欢迎杰夫哈迪，欢迎你爹。好，不，你下午人就回来了呀，大晚上的出去干啥？是不是？根本跟我说的实话嘛，实话，大实话。又怎么了？又得不到，你看看见怎么了？馋得你心痒痒，是不是？只能把你的心看得痒痒的。星空哥，你这个我就不劝你了，我也不劝你什么，你自己看吧。别人说你是说不通的，说不透的，你得自己去想，自己会想，自己冷静冷静不就好了。欢迎空虚哥。咱们是姐妹好吗，成功哥，咱们是姐妹，咱不是兄弟，咱是姐妹，能不能把我当个女的？能不能啊？啊，能不能了？我问你，我是。穷光哥，我是六次都说了你见过面，他寄过去的嘛，他说了他寄过去的，他是寄过去的。你像快递啊外卖啊什么的，你不能说退呀、啊、是不是？欢迎豌豆爸，欢迎3380，欢迎1156，那赶紧拉倒吧，就是寄过去的呀。 你看他说的嘛，他说寄过去的，没穿牛仔裤呀，我穿的就是一个宽松点的一个裤子，一个宽松点的休闲一点的裤子。星空哥，我们貌似不太想听你说这些。我们想听三星，有没有办卡呀什么的，凑一凑是吧？你看就像可乐哥说的，我之前摆摊的时候让他去吃鸡排，对不对？这话我也说的多了呀，你们去了那就吃呗，一个鸡排而已嘛，对不对？机票不比鸡排贵啊。欢迎南西江哥，你们缺那份鸡排吗？不缺，缺的是就是那个吃的是个情谊，懂不懂？吃的是个情谊，明白吧？欢迎南西江哥，欢迎虚伪不是梦，欢迎。欢迎嗡嗡，你刚服从吗？你不是？我都服了。欢迎艺术姐姐。
说让你们给我推荐路线呢。大概规划一下子，规划策划一下路线的，这人儿也不那个了。那肯定的呀，啊，我记得。秦一哥这会儿喝多了，他现在喝了八个，这个人。他刚才不是来了吗？他不是在喝酒，他说他在喝酒呢。慢点慢点慢点，给他规划照片，吃着烧烤喝着酒，这个人。我看一下济南离泰山有多远呢？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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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南那个机场到那边的话是110公里，还好，也还好了。喝奶的改喝酒了。秦哥什么时候爱喝奶了？他不喝呀。欢迎酒半个，欢迎金猪火马的。星空哥呀，你们不说了。哎，你说吧，你说吧，我不看就行了。差点给我演上专情人士了，是吧？你说吧，你说吧，你也是没个说话的地儿了，你也是没个说话的地方了，你打吧。秦哥一直都喝酒，一直都喝酒，可是我们没有一个人共情到位。没有一个人共情到，没有一个人，你懂我意思吧？欢迎秦一哥，说曹操，曹操到。秦一哥，你大哥他说你现在不喝奶了，喝酒了，改。都看明白咋回事了？对啊，都已经看明白怎么回事了，还在念叨，还在念叨。说就说吧，说就说了吧，是吧？管他呢。对啊，都料到结局了，然后他还一直念叨，念叨，念叨，念叨的。哎，随他吧。秦一哥喝大了吗？那这个不知道。谢谢杜甫哥的荧光棒，那这咱就不知道了。咱就不懂了，喝两杯，可以啊，秦一哥，可以啊。可以的呀，秦一哥。欢迎大文豪苏东坡。欢迎偷瞄你的腿。酒量不错呀，秦一哥，酒量不错呀，啊。酒量不错。你的心怎么认识的女人？
秦一哥今天准备喝多少？喝一件吗？喝20个没问题。还是注意身体啊，秦一哥，注意身体啊。啊。注意身体啊。欢迎骚地粉，你不怕他割你腰子？欢迎冲姐最美，看电视你在，你边看电视边吃烧烤边喝酒，哎呀，秦一哥这生活过得不错呀，开空调了不？你熟了不快？是不是快熟了已经？是不是快熟了？看一下《还珠格格》，秦哥还有点怀旧情节呢，还有点怀旧情节在呢。欢迎童仔仔，好熟哦，仔仔好熟哦。黑就黑呗，黑就黑了呗，怕什么呀？谢谢虫公哥的小樱花，谢谢。你就点一下，它能不黑吗？你多点几下，它就不黑了呗。秦一哥最近抽幸福券了吧？秦一哥，最近有没有抽幸福券啊？人家有对象，人家都有对象了，你还……我跟你讲，他要是有对象了之后还能这么跟你聊的话，那他真的是有问题。人家有对象了不是很正常吗？欢迎高兴哥。过三星啊，秦一哥，你大哥说靠你给我过三星了，谢谢最凡哥的荧光棒，谢谢。你大哥说靠你给我过三星，他没砸出来，只能靠你了。欢迎1598。掉的厉害哟、哦，没事儿，那么长时间没播了，它不掉很正常，那不它不掉都不正常。我一两个月没播了，它不掉都不正常。秦一哥原来以前也这么说，但我闺蜜他们明天要上班，我明天7点多得起来送他们，得送他。
到十二点我估计不太会，我还得洗头。十二点估计不太那个。